好，那蘑菇小肉盘，你画一什么就一只 ，OK， 另外两个就两只。了解。海参非常难入味，它那个蚝油有进到海参里面去。萝卜糕就是要加辣椒。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，我帮你加一点。哇，还没上完菜就这么多了。对，谁赶快吃？还在吃饭吗？烧鸭，这边都是胸部，最好吃的地方。油鸡要做得好呢，就是肉不能太柴，要入口即化，只剩下骨头。试给你看，我连骨头都吃下去。你这个浮夸的男子，绍兴醉鸡。有酒香齁，有绍兴酒的味道，嗯，不会柴，好有入味，每一口都有酒味。上台，皮薄馅多，其实
很香，也不会软软烂烂的皮。看到吗？皮略厚吗？皮有点厚，口感没那么好。就来看一下甜品有哪些可以选。野果西米露、杏仁豆腐、香麻奶奶酪、柚子茶凉糕、驴打滚。驴打滚，这个是慈禧太后最喜欢的点心，里面有红豆馅，外面裹着黄豆粉，看起来像驴子在泥巴地里打滚，叫出来驴打滚儿。哎，我直接吃了它吧。红豆暖食是你的最爱。吃起来略带咸味，是有咸味的芋头酥，哎，好妙！真的是很奇妙的口感，咸跟甜两个这样子 mix 在一起，但不冲突。它不是甜点，它是咸点。它外面的面衣炸得很酥，很脆爆，脆脆的，脆脆的，是要趁热吃，不然冷掉就会变很油腻。好，谢谢。把那个芝麻球打开看一下，嘿，有点像那夜市卖的大颗的那个 QQ 球、地瓜球。红豆馅，红豆，嗯，好香，好香，有芝麻香，红豆有你也不会太甜。